那待会呢会有一队派出五位战将，待会呢我们先画，你们先抓。嗯，你们画根据我们的题目，只要我们画出来的内容跟你有一样的就抓到。抓到。难了，抓到几个就几分了，很难了。魔王是谁？不知道。我来，我先来当魔王好了。好，来喽。题目先来，听好题目。我猜你们要画成什么，跟你画的一模一样。猜不到，真的吗？我们这边基本上都不一样，他最多抓到一个。我跟你说，你绝对猜不到。我跟他录了一个下午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真的蛮难的啦，真的蛮难的。我也不知道。来就对了，张克凡，不能这样欺负自己队员。不过刚刚你不这样笑他，我还不知道他今天来哦。有好笑。好，我们的第一题的题目是。插进去才能使用的东西，哇，这个会不会大家都是猜一样？我一定对。什么叫插进去才能使用的东西？对，削铅笔机哦，放在那边是不是有东西插进去才能用？你不要再举例了，我们能想到的也不多。插进去才能使用的东西，计时开了。队长开始画，队长你要画。有三十秒画不出来也算是失分哈。队长还在看他们在画的观察，时间在走哦。工作人员十秒，请提醒。啊，这么快啊！三十秒这么快？三十秒这么快？对啊，现场五秒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反正现在停手。高级住宅，阿喜今天们，失败率。这画的是虚管，虚管插入才能使用。对，没错。虚管，铝箔包的吸管。对啊，杯子它也不用插入啊，就放着就可以。除非你没有啊，也是放。吸管这个东西，你放那边，你不插入它也不能用。对啊。以它设计的功能，但你说哦，我会折吸管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哦，就是要插到饮料瓶子的才能用。没有，成立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成立，成立。我觉得是很公平的。对 ，OK，OK，OK， 可以。来，张克凡。哎。哦，克凡就有一点，他的会很复杂。什么？鞋袜。对。插入谁？这是另一只脚。不是脚要不要插到鞋子里面？不是一只脚，那脚又在鞋子里面，你看不到。游思景同学，你画的是你啊，该你表现喽。他说我的奇怪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耳机呀，耳机哦，插音乐，插耳机。尽管现在有无线耳机，但是有些耳机是对对对对对，音源孔非常好，没问题。对，没有。这边画的是。什么 ？Visa 卡要插入才能用。提款卡 ，Visa 卡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合理吧？可以，可以。是插入，插入，这都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对，非常好。这个插的好了。王星田，田中了吗？哦，钥匙得插入到钥匙网，中了，啊，你们画好危险哦。有抓到吗？这个真的啊，抓到，来各位，抓到了，至少抓到三个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我都画不一样。我能够一次画出五个不一样的东西吗？就五个全部都被我抓到，没有关系，反正是新单元，你忙你的。三十秒画五个，请揭晓杨玉浩的。我的是钥匙孔，哎呀，危险！你画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画这是什么？这是开车的钥匙孔要插，回家的钥匙孔要插。他画了两个，都是钥匙，钥匙插。车在哪？开车的钥匙孔在哪？车这里啊，车。这是个方向盘，这是变速箱啊。好，方向盘这个，方向盘变速箱哎。看图，方向盘是这个。这是变速箱。方向盘。对，这是我们。道路啊，还道路。正面这样看下去，在开车有没有？透视图啦，透视图，透视。然后这是房子家里没有要开的，家有比较大只哦。我发誓，我外甥才三岁就画的比他好嘞。正面的透视，没有，这样不一样。我觉得袁浩是家门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厕所门。厕所还有钥匙，没有钥匙啊。你看我们画的多好啊！好，解释的多清楚。得到一分，红队再一题，请插的答案。好好好，要派别人把关。后蒙后蒙，来，题目是
请问会垂直上下运动的事情啊？垂直上下运动，比如说什么那种哪种运动？大怒神哦，哎呀，它是属于上下哦，不是前后的哦，了解吧？它是一件事儿。做大怒神，它就是一个上下运动，很多啦，很多，你看嘛，傻，有没有？这是上下运动，拍手，上下运动，还有什么？乒乓球啊，伏地挺身，很好，聪明，垂直上下运动的事情，三十秒准备，计时，开始。哎，你要画，画一个，哇。加油！现在快到了哦，时间快到了哦，很快。你看，时间又到了，又忘记了。你们演过戏啊？还有啥？还有什么？英雄！我天哪！时间真的有限，好难画。三十秒就三十秒，等下再揭晓你的。好，我看他玩的。阿喜妹运动，我怕我跟他有心电感应。好了，那就祝你们幸福啊！糟了，危险！垂直上下运动的东西叫做阿喜，说电梯是吧？对，它是运动吗？电梯很少会，它的运动状态是上下。对啊，它的状态是上下。你们看过电梯这样飞的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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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？都上下啦，它是鬼屋里面的电梯吧？绝对猜不到。绝对猜不到，猜穿鞋带，而且是上下，漂亮，哈哈哈，拉单杠，正确的选民，引体向上，引体向上，哈哈，他的赢呢就是淫乱的赢啊，淫乱的赢，他整个引体向上，哈哈哈，啊，非常好，这上下没错吧？对，吊单杠，吊单杠呢，吊单杠，刘思景同学。是什么？吊单杠。举重。举重。他如果不是哑铃的话，你很少看到你这样拿的嘛。对对对。对不对？不是这样拿的。上下成立吧。成立。成立。厉害呢。哎，你画图不错，就是画图。因为我看不出来，我知道我画什么，但是我看应该这个单元才来的。看不出来。你找来了。你找到了。他是谁？他是不知道是谁，一个人。你有看过那个圆圆的那个一直怼怼怼怼怼怼？有，健身球，夹住以后这样一直跳，会夹的，健身球，对，你不可能这样跳，弹力球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啊。看一下他的运动状态是上下没错，对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弹力健身球，弹力球，对啊，弹力球了。王心田同学，那个是什么？打气筒哦，哎。哎，我们都这多画不一样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好厉害哦！打这种没错吧？是上下，对啊，对啊，意思就是要死只会一分呐，要死也是一分。来，你一个准备，好，看可以啊，来准备，请。我画的很模糊哦，解释。他画的内容是，好，我这是举重，一定中啊！哎呦，举重已经中一个喽，中啊！你这是举重啊，杠片啊，杠片就是杠片啊，杠片。他这里要站起来啊，他这个哦，这是跳高。跳高，跳高，跳高，跳跳远啦，跳远就是起来，然后跳，对，也是上下的啦，但是上下，但是有横移的，那叫高低，不叫上下，对，还是要往上啊，它有一个弧度，往上，对，往上，就连撑杆跳都不，其实呢，如果我帮你正确的解释一下，它就是一个叫做跳弹簧床的，弹簧床就可以，弹簧床，啊，他明明就不是画那个。你这小伙子真聪明，真的很会转，没有跳高跳远也没有，举重抓到一分，抓到一分，一样抓到一分，那两分，两分，太好了，只抓两分哦，非常好，两边准备交换攻防，好，我们来把关，来，基本上有本事你们五个人都画不一样的，我们就最多抓到一个，对，我们的脑袋不一样，当然画出来不一样啊。不要，我们要全部都画一样的。对，我是全部都画一样的。好，全中五分，但是一样的。好啊，我们一次抓到五个，很好笑哎。OK 啊，真的假的？不好意思，画东西不能讨论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好吧，这讨论就不好玩了。对呀，我们拍一个，先拍一个把关的出来。自己蛮强的啊，让他表现一下。两个啦，所以他们刚才画的不错。王思景，你到这个单元才出现，为什么不能好好表现？当初。
到这边才来，不好意思，会下次不敢来了。临时跑错棚才来的。好了，请给题目，题目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做的事。好，两人三角算吗？拳击嘛，两人三角，这也是一个拳击，对，摔跤，摔跤两个人 ，OK， 三十秒准备，他们会画什么？计时开始。对，他们会画。在不讨论的情况下能画的不一样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什么运气特别哦。对，这个很妙哎。正难啊！没讨论的情况下，除非你要想到一个很特别的，就不会跟人家同了。这样子吗？不是说你啊，你要跟他们一样啊。啊，你想他们会可能会画？对，应该会吧，这还蛮简单的。我想的这一个，游诗锦啊。希望你从这边开始建功。你画完了，我画完了。好了，然后看看你的队员都画了什么。来，年纪文画的是什么呢？我的答案就是跷跷板。跷跷板。跷跷板。跷跷板，在公园里面玩是吧？一定要两个人玩，因为他坐下去他才能翘起来嘛，他下去他才能翘起来嘛。我一开始在旁边看，以为你要画天平呢。天平又不能两个人玩。天平问题很狭隘，四个人也可以玩。没有，但是至少一定要两个人可以玩，一定要两个了。对啊，对。换王彩华了。嗨，请样板。季啊，你在画什么？你在画什么？我等下解释给你们听。我的逻辑你们才能。你小心的。不是不是，就是别停别停的，不是结婚，不是，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喝交杯酒。结婚哦，结婚他有个喜，对，有没有看到酒？有这个杯子。一个酒杯在这里，啊，手在这边，啊，这样子。你千万你要答应我，千万不能教小朋友画图。哎呀，小朋友吓死！你这感觉是什么？交杯酒啊，吓死人了。对，像垃圾不像吗？像垃圾，像垃圾哦，垃圾也 OK， 垃圾好像也 OK 啊。垃圾其实也是两个人，总不可能三个人。没有垃圾跟交杯酒，你选一个，到底要哪一个？要明确的答案。我有个杯子。交杯酒。交杯酒。哎，厉害了，你这杯子不讲，我还不知道在哪里。可是就算他讲，你也看不出来。我们是小杯，不是大杯的，好不好？一口杯，一口杯。是交杯酒。交杯酒。交杯。零嘴风不好猜了。干嘛？下棋啊，对不对？很可爱。哎，要两人。观棋不语真难过，棋手无回真后悔。哎，甜心界的不，不是因为我刚才本来是想别的，但我觉得我那个应该会被抓。他们两个今天从整集都很有默契了，在一起啦，好不好？该不会今天就这样公布交往了吧？有男朋友了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先分手啊。你先分手，你有问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一个简单私人家教，什么东西啊？私人家教，私人家教，一对一啊，一对一 ，one by one， 一定要的啊。什么啊？那是什么？家教啊，那是家教，他最多的吧？私人家教哪有私人家教？没有，他前面有两个人。私人家教，怎么看得出来？对，看起来像外星人。什么外星人？那个是画的很勉强嘞。真的不会画了，旁边是冰箱吗？不好，你原谅他。旁边是冰箱，你懂。各位，让你们一个都保不了，你们真是倒，应该是抓到。来，准备揭晓，请显示他所画的内容。牵手。你画的是什么？在这边啊。你画的是什么？交杯酒。主持人太屌了。酒像是。答案一出来，交杯酒。交杯酒。你干嘛念杯子？交杯酒。你是睁眼说瞎话吗，陈哥？哎，你们没有看得很清楚啊。他那个除了杯子之外，还有象棋哦。不行啦！哎，不行啦！
这种。哎呀，这是花最快的，要不然其他。他们也不是这样靠衣物劳的啊。不是抓不到。来，恭喜，全部没抓到。太懒了，派出强一点的，你下去画了。对啦。啊？对啊。这个来，李永金。你一下抓两个。焦煤球。来下一题。家教。注意好啊，看好了。哎呦。题目是会震动的东西。什么东西会震动？我只会做，不会说。哎。打地基。地基。打地基啊。打地基。他就是说打地基机器，打地基那个，打地基，哒哒哒哒哒那个，对不对？会震动东西很多很多啦，好不好？不要乱画哦，各位。好，这样画的栩栩如生哦，好不好？会震动东西三十秒，一点，会震动东西，癫痫，开了。震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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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震动，一直往前走。对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二十秒了。尽量画好一点，各位，全国都在看，看你怎么震动。刚刚被我们讲完了，没有，还有的。时间到，把笔收好，一个一个看。连妈静雯啊，我很没创意耶，静雯姐姐。会震动的东西是，哎呦，画的真好。你在画什么吗？手机对不对？不是，核心客运。他画的是张惠妹。哦，好嘛。最近有广告啊，坐在这边很舒服。那为什么是刘德华？天王椅对不对？都可以。你看还有个灯，对不对？坐在家里这样，嗯。哎呦。漂亮啊，按摩椅的那种，有一盏灯给最后按摩的人。最后按摩的人，最后按摩听起来怎么好像？王彩华画的是，哎呦，哎呦，厉害了，消费酒，要消费酒，你怎么还跟我消费酒？你是我想的消费酒，你要跟谁消费酒啦？吃西瓜。哎，人家我这会震动的嘞，牙齿震动太冷。不是电动牙刷，不是人家的刮胡刀，刮胡刀啊，刮胡刀会震动，有震动啊，震动刮胡刀，你都是手动的吗？不一定啊，有时候在饭店比较阳春的，就是用刮胡刀而已，人家有震动，对，它会刮胡刀会震动，当然会，红文画的好笑一点，哎，BBQ 有钱的人啦。BBQ 是不是会动？会震动吗？会震动，然后会显示号码。那请问这个号码是？我的号码。你还记得？现在真有吗？请问现在真有啊？没有啦，就是。哎，你留给你前妻就好，你干嘛留给我？哎，花花这块等我啊。BBQ 会震动，BBQ 的人真的很念旧啊。对啊。东西现在的历史博物馆都不愿意展览的，有啦，还是很多人在收集啊。对，是有，很有价值。你还要找，还不容易找哎。花花姐。画画什么呢？会跟又是 BB 扣，没有的，手机哦，这两个一连续就连不上，真的默契真好，你们俩都属于同一个思路的，对啊，身高一样高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当好朋友了。鲶鱼哥，你不要乱画哦，你不要乱画了，鲶鱼哥，扣机啊，我也是扣机，啊 ，BB 扣 ，BB 扣，不一样型号的，机是机什么？那是 Nokia 的那一种，哪有型号？他们两个。他一看就是那种摩托罗拉，对 ，Nokia 就是，然后那是那种什么 NEC 啊，对，海豚型号的那种，对，具体系啊，具体系。他画什么鸡嘞？他画的内容是水龙头，然后嘞，按摩浴缸，按摩浴缸触电，按摩浴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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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触电的，麻的，他按摩浴缸搞得好像卫生的，好乱，在正面呢。浴缸好像会以为是好像开了水之后，这个人在浴缸被电死了。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个人跌到马桶里面的感觉，而且是蹲坐的，是蹲的马桶。好笑啊！陈哥想要掰掰不出来，掰不出来。哎呀，头晕啊！请问一下，我们是不是一个都没抓到？他们
然重复了这么多啊？为什么这么的离谱？我们都没有抓到，一个都没抓到。恭喜离分。好了，非常的精彩。今天的总比数呢，很明显的，我们的几关下来2-0。今天我们蓝队元昊队大胜。